夫君，哎呀，公主啊，其实你最近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叫我呀叫的越亲切，我这心里边就越哆嗦。呸！连你也取笑我，最近我都快成万人嫌了。哎，又是因为征粮的事儿吧？哎，这朝中重臣，别管是在位的还是在野的，封了爵的还是实了意的，这见着我呀都跟躲瘟神似的。 你可以亲自去他们家要啊！我这几天没干别的，就往各大府上跑了。可是呢，一个个都跟我比着哭穷。这梁建方啊，号称家里只有一个鸡蛋，还非要抱黄焖煮给我吃。这李记更绝，家里连鸡蛋都没有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带着夫人在院子里挖野菜。哎，我看啊，这赈灾募捐的钱粮也别捐给灾区了，先紧着这些朝中栋梁。<笑> 哎呀，公主大人呐、啊，其实啊，这个赈灾征粮啊，本是好意，但是却太不符合这官场的法则。夫君，此话怎讲？就算在几千年之后，男变女，女变男，野鸡变名媛，什么事儿都可能改变，但是这官场的法则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什么法则？为官之道，讲究的是明哲保身。 皇上要施政，朝廷要运作，靠的就是这庞大的官僚体制。所以呢，你要想在这个官场继续摸爬滚打下去，你就要学会妥协。那不管你是清官还是贪官，只要想在这个官僚体制里生存下去，就得懂得明哲保身。现在呢，明摆着。 所有人都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，就是担心以后啊会变成同僚们的众矢之的。哎，夫君此言在理，但如今商洛灾情严重，如果每个人都想着明哲保身，那我大唐百姓的命要谁来保啊？兰兰，我倒有一个好办法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醒醒醒醒，快快快，来喝杯茶压压惊。来来，喝杯茶压压惊啊！ 老四啊，姐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跟你姐夫把整个家都捐了。这个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哎，姐，你听我说完再晕呀。你说，这个粮食都捐，但是不出半年，我包你赚回来一倍。真的，必须的。炒作？什么炒作？ 炒作就是屁大点个事儿，通过胡溜八扯赚足眼球，让人尽皆知。人尽皆知后，就是凯瑟买单时。还是不懂，有没有例子？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啊！往前了说，姜子牙钓鱼，诸葛亮出山，东晋名士扎堆嗑药；往后了说，陈子昂摔琴，犀利哥起范儿，明威大伯使劲儿刷票，全都是炒作。 这往前的时候我都知道，可这往后了说，反正你也没看过读者啊、知音什么的，反正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炒作。炒作的重要性我知道了，可问题是怎么炒？首先呢，你要找到一个自愿者，比如说我吧，我带头把我们家的粮食都捐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朝廷就顺势给一个奉旨募捐的名头，要有诏书，有大印，有皇上的御笔。 然后还要中书省以上的官员亲自送到我们家门口来，总之就是要声势浩大，手续齐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拿这个诏书，立马成立一个赈灾募捐指挥中心。这行不通，别说奉旨募捐，就连我这个大唐长公主出马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募来钱粮？公主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那奉旨募捐只是一个名头，就是说让大伙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然后。 你却要给人家甜头了，甜头啊！募捐乃是行善之举，难道要跟着募捐之人做什么交易不成？那还哪是募捐？对呀，就是交易啊！你要知道人性啊，它本来就是讲究逐名逐利的。你不给人甜头，你总指望着人家人品爆发，那你能争到多少粮食呢？可是现在府中亏空，哪有钱去买这些世家大户的钱粮啊？ 咱们的目标不是世家大户，而是那些无名无爵的富户。可是，就算跟富户们买粮，国家也是拿不出这个钱的。而且，富户们能有多少粮？不用拿钱。那有什么？
用名啊。你看，那些富家大户啊，都不在乎你。可是那些无名的富户呢，就是因为无名，所以特别在乎你。你只要根据他们募捐的多少，给他们一个相应的名号，那些富户自然就趋之若鹜。这个方法倒是可行，但毕竟也是杯水车薪。这炒作要是没有后续套利，那就不叫炒作。那后续是什么？这个我还是不告诉你了。我在大唐混就是靠这个的。哟，你跟我还藏着？我跟你讲一个小寓言故事吧。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大老虎，他碰见了一个小猫，然后他就跟这个小猫呢学功夫。这个大老虎就跟他学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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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，就学会了。学会了之后呢，他转身就要把这个小猫给吃掉。这个小猫噌的一下就爬上树了，说：“大老虎，我就是因为没教你这招绝招，我会爬树。”所以这个猫后来生存了下来，一直繁衍到现在。哦，怕我把你给吃了。兰兰不是早就吃定我了吗？你呀，精死算了。不过你这法子又是跟你家那五木遗书上学的？不是，这个叫伊索寓言。没听过。伊索寓言呢，是西边的一个小不丁点小国的一个奴隶写，故事浅显易懂，但是深含哲理。等以后咱们克尔长大了，我天天给他讲。那我也要一起听。现在就给我兰兰讲讲吧。夫君，你又没正经了，那你把所有的粮食都捐出来了，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这不是正要跟你说此事。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是那种好心带头募捐粮食的那种。可我不是坏人。是吗？是。知道你就是这样。这样能行吗？这你还担心？就我姐夫阴损起来，谁能提防得住他？哎，老四，我说你这是夸你姐夫呢，还是损你姐夫呀？哎呀，必须是夸呀！对付那些为富不仁的，咱们就得奸诈起来，就得这样式。夫人，哎，姐夫，啊，哎，夫君，那兰陵公主送走没有啊？走了。那公主同意咱们的计划了吗？同意了。太好了。哎，夫人。老四跟你说咱们的计划了吗？好了，以后啊，咱们侯府又要忙起来了。老四，多亏你啊，你要辛苦啊。哎，辛苦辛苦啊！放心放心放心啊！为了庆祝咱们的伟大胜利，啊，就你随便这么一比划就行了。好，你加油。看肉。看着呢。看羊肉，好嫩的羊肉。切。官人喝。我喝。官人喝。我喝。啊，官人喝。哎，那好吧，喝醉伤身体，五五就不要喝。官人，奴家愿意醉倒在您的怀里。那还是五五喝。官人。我喝了，您就没酒喝了。那我们一起喝。我怎么觉得最近咱们这地方气氛不对？淫靡，太淫靡了。诗人兄，德昭兄，王兄，王兄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最近忙啊，忙着赈灾的事儿呢。哎，王兄，听说你把家里的粮食全都捐出去了。朝廷因此命你奉旨赈灾，你都知道了？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陛下亲笔的诏书，还让中书省的仆役亲自送上门来，简直震动京城啊！那德昭兄要不要凑个份子一块儿募捐一下？王兄，不瞒您说，开始我和崔兄、秦兄真想助你一臂之力，可我们几家的老爷子呀，明令禁止不许参加这个事儿。京城大多有钱有势的人呐，都这个想法。嗯，王兄，实在对不住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有心意就好。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们要粮呢，就来看看你们啊。哎，这不是一对一对都干嘛呢？这淫靡。
曹兄，嗯，虽然我们家不太同意捐粮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把我切的羊肉换成粮食，改天给你送过去啊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家又不收粮食。再说了，那些粮食都要送到赈灾募捐指挥中心去入册，由我家老四负责。哎，谢谢你啊，一片心意。栓子，怎么了？小侯爷，您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哭什么呀？小的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不是。刚刚得到消息，我们家商洛那边发生大地震，家全没了。我父母兄弟都还在，那谁没了？表老爷、二叔的三舅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干活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哭别哭别哭了。你要是伤心啊，你就回家看看去吧。啊，不回去。没事儿，我放你假不扣你工钱。大爷不回去，为什么呀？你看，你都伤心成这样了，你回家吊唁吊唁，看看家人也好啊。就是不回去，没吃的。臣妹参见皇兄。皇妹不必多礼。谢陛下。皇妹，这王修征粮一事进展如何了？那赈灾募捐指挥中心已经建成，前几日募捐的富户寥寥，近几日多了起来。我看随着募捐赠名号的消息慢慢传开，日后会越来越多的。这长安大户也抵不过王修的古灵精怪啊，朕真想跟他好好对饮三杯。陛下注意龙体。哎，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这王修虽然和朕是一君一臣，但却极合脾气，正所谓一见如故，这喝几杯酒可不算什么。是，只是王修正在忙于征粮，陛下要与他喝酒，也得等灾情过去以后啊。嗯，确实，目前赈灾要紧啊。今年国家多灾多难，前有吐蕃兵乱，后有商洛地震。哎，媚娘，你说是不是朕治国有误，失德于民，这已是上苍。陛下。陛下励精图治，一心为民，何物之有？哎，大唐疆域千里，百姓亿万，朕总有疏漏的地方。天子失德，必有灾祸。哎，看来朕应该下个罪己诏了。皇兄，陛下圣明。哎，媚娘也赞成。陛下下罪己诏，一可以解民情，二可以慰天威。只是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陛下近来身体欠妥，实在不宜操劳。这有什么？商洛百姓命在旦夕，难道朕为怕了操劳，连写个罪己诏的力气都不舍得用吗？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妾以为可以找人代写，而且此人代你正为合适。谁？王修。陛下，王修文辞粗鄙，不适合写罪己诏。陛下，王修奉旨募捐，正是待你罪己诏的最佳人选，如若换了别人，恐怕上天也不答应。嗯，没错，王修待你罪己诏，朕放心。好，立刻传旨，着王修待你罪己诏。王公公，立刻传旨，着王修草你罪己诏。诺。另外，限三天内交出。娘娘，三天恐怕……怎么，你想代写不成？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哎呀！啊！夫人，夫君，王公公在中间堂等候多时。呀，怎么又来了？说是陛下遣王公公过来看望夫君的身体。看望个屁！他就是来催稿的。什么是催稿啊？
催稿是一种极其令人发指的行为，它充分体现了剥削阶级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本性。催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，你以废寝忘食的写，丫就没日没夜的催；你没日没夜的写，丫还是没日没夜的催。但凡你想休息一下，哪怕只是伸个懒腰而已，只要他看见你手上没拿着笔，他就会从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批判你。确实没人性。是啊。哎，夫君，你记忆使伸懒腰的时候，也一定要手里拿着笔。对，伸懒腰的时候一定要。王兄，哎，你怎么不写啊？哎呦。王公公，你怎么来后院了？我来看看王修，怕他给累着。现在看来啊，轻松得很呢。哪里，我家夫君正要写呢，那笔都在手上，一点儿都没偷扰，对不对？就是伸了一个懒腰，休息休息，对不对？啊？可这罪己诏应该三天前就交到我手上。王侯爷。这说不过去了吧？哎，不是公公，您我是不是正要打算？咱们可都承蒙陛下隆恩，理当誓死，不成功便成人。你这伸个懒腰，可都能写俩字儿了。公公，你这说的是不是？夫君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公公批评的事，我已经谨遵教导啊，现在就写。看，我呀。就在你府上住下了，什么时候写完，我什么时候回宫里交差。好，怎么不欢迎啊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啊，对对，哪能不欢迎啊？欢迎欢迎啊！王公公能在我府上小聚几日，那也是我府上的光彩啊。小蝶，小蝶，小侯爷。小蝶啊，给王公公准备一间上好的客房，就要那间粉红的回忆吧，你懂的。懂。那公公，不如您先随他去看看那客房的颜色，您满不满意？可不许偷懒啊！一定一定。这个房间我要朝南的，窗户要四开的。对了，这个床可不能太软啊，公公我腰可受不了。给我点上两香，这皇宫里住久了，我可闻不惯你们外间的气味。哎，老四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也按照姐夫的吩咐，成立了慈善援助中心。这几日长安的富户已经都捐了，关中的富户过两天也都捐了。兰陵公主这次算解了燃眉之急喽。那咱们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姐夫的主意再加我的办事能力，你还有什么可担心？这倒也是。哎，老四，姐最近又托人跟你说了个婆家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嫁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女人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你还不嫁人的话，别人要在背后说闲话的。谁愿说说呗，我又听不着。谁愿嫁就嫁，我不嫁。哎，我说你这个无赖样子跟谁学的呀？跟你姐夫倒挺像的。哎，我姐夫呢？我正好要跟他报账呢。哎，我现在都见不着你姐夫了。他干嘛去了？天天跟王公在房里呢。那你不管管？怎么管？皇上交代的。哎，难怪大唐遭此天灾，都是这败坏的风气所致。老四。我觉得你好像想多了。王兄，王兄，我可憋了你六个时辰了，终于让我逮着你偷懒了啊！啊，给我回去，回去！公公，我想尿尿，憋着，回去。孙子，睡觉吧。我不睡，你先回去睡吧。哦。
栓子没事，我陪你。我没事，小蝶，你也走吧，不用管我。小蝶，小蝶，过来。哎，你去吧，二夫人叫你呢。那我走了。我说过我没事儿，你也回去歇着吧啊。睡得可好啊！我没有睡。佛兄，写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这个，灵感枯竭，我能不能也小睡一会儿？那不行，我都还没睡呢，你就想睡觉啊？可是我夫人她已经都睡了。王修，现在不是想夫人的时候。如果你闷的话，这不是还有老身陪着你吗？啊，你快起。谢快捷。再说说那二狗，二狗跟我从小关系就不错，勤勤恳恳不惹事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起二狗的名字，那是没有谁不竖大拇指的。栓子，你这朋友还真不错。那必须的，二狗还特别聪明，什么看门防小偷、上房抓耗子，他都会。你就爱开玩笑。怎么把你朋友形容的跟狗似的？二狗本来就是狗。那为什么要叫二狗？因为还有大狗啊。刚才我怕你嫌我啰嗦，我就没说大狗的事儿。既然你这么一提大狗，那咱就说说大狗。大狗的事就算了，说说别人吧。别人啊，那说说我三舅老爷吧。我三舅老爷是勤勤恳恳不惹事儿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我三舅老爷，那没有谁不竖大拇指的。栓子，还是说说你自己吧。说我自己啊，我是勤勤恳恳不惹事儿，本本分分不招摇。十里八乡，谁要是一提我栓子的名字，那没人竖大拇指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提我了，我又没什么优点。我觉得你优点挺多的。真的？那我有什么优点？一时想不起来，但肯定有。哎，慢慢想，我不着急走。还有什么？真没了。仔细想，别放弃。睿智。举个例子。例子真举不出来。仔细想，别放弃。不想了，再想我都快吐了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再说说我四舅老爷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一个。什么？啊，你看你跟这里所有的人都相处那么好，不像我。大家都讨厌我，谁会讨厌你？有谁会讨厌你？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看得出来。我觉得吧，你没必要强求所有人都喜欢你，你又不是钱。就算你是钱，那还有那不爱钱的呢。你见过不爱钱的？我就认识一个不爱钱的，还是高人，才高八斗，名利淡薄，有钱就散出去了，有粮就发出去了，虽然最后自己给饿死了。但是我们都很怀念他，真是个高人呐。所以，你也不必为此纠结，是吧？看看我，
我就是一个好人，小蝶就是不爱搭理我，但我一如既往，所以你也不要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可能小蝶还没发现你的好处。我觉得你就是个好人。那是必须的，要不咱俩这么惺惺相惜，你还发现我这么多优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不咱聊聊小侯爷吧。小侯爷是怎样的人？小侯爷，咱得重点说说这小侯爷。小侯爷年前的时候生了一场怪病，生病之前要多孙子有多孙子，但是生病之后变了，性格变了，脑子也活络了，对我们下人也非常的好，就连每天晚上跟夫人之间哭痛哭痛。小侯爷，你们俩在那儿叽叽嗦嗦的聊什么呢？栓子难受，陪他聊会儿天。哦，行吧，那你们俩接着聊，我再走走。哎，去，再偷听。啊。哎，小侯爷慢走。咱接着聊。王修，王修，没洗完了，快起来！王修，有负皇恩，有负皇恩。洗好了，那我就给皇上交差。排好队，准备拿号啊！钱掌柜，我们都排了一上午了，何时才能轮到啊？哎，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哦，诸位，今天的号已经放完，请明日赶早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啊，这算什么呀？这算什么呀？我就问问，这算什么？对呀，不行，我们要拿号，拿号，拿号，拿号。哎。大伙儿，我琢磨咱们是不是又让那些达官贵人们抢了位了？哎，你们想想，有这好事儿，哪能先轮得到咱们经商的呀？想想也是啊。大伙儿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大伙儿啊，想为灾区做点事情的心情我们理解了，没有拿到号，心里急躁我们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向你们保证，就放号这件事上，我们侯府童叟无欺。绝对公正！你胡说！天没亮我就在这儿等了，怎么到现在都轮不上啊？这位善人，劳驾你跟诸位说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到的？昨天半夜。你看啊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四号，这儿呢这儿呢，来给个号。哎呦，这捐赠多少啊？米子100斤。再加粟米100斤，哎呦，全部10倍！哎呦，也就是说，这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啊？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个老娘们，你懂个屁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啊？对对，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。好嘞，记下了啊，米子1000斤，粟米1000斤。
敢问我这名号？哦，名号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按照捐赠的等级嘛。哎，好，我给你看看看看啊、哦。哎呦，小小小善人，小小小善人。哎呀，哎，敢问，哎，要是再提升一级的话，还需要再加多少？想再升一级啊？捐2000斤米子，2000斤粟米。下一个五号，哎，再等等，啊，就米子2000斤，粟米2000斤。下一个五号，哎，再等等，我要当大善人。陛下，这是王修带你的罪己诏。这王修慢慢腾腾，这都过了几天了。哎，媚娘，这文章岂能用时间来衡量啊？陛下说的是。哎，拿来我看看。陛下，没事儿，让媚娘担心了。媚娘，还是你替朕念念吧。罪己诏，谁是最可爱的人？最可爱的人，接着念。在大唐的每一天，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，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，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事，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。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，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？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？我们的人民，我们的百姓，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朋友，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，爱我们的领袖，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百姓和战士吧，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。陛下，念完了。陛下，这个王修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啊？这哪是罪己诏啊？这，陛下，我看……但是，我却被感动了。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将焉而不至矣。这王修深知朕心啊。但这篇文章文辞粗鄙，音律不通，实在有失正题啊。这有什么，满口病例固然文辞优美，但言之无物又有何用啊？王修此篇带你的罪己诏，言简却意深，朕甚为欢喜。是。你马上将此罪己诏交由中书省审议，明日立即颁布。诺。媚娘，朕想出宫走走，你意下如何啊？臣妾这就着人安排。哎，不用。就咱二人，不是说好就捐100斤米子吗？谁知道这是撒的什么人来疯？你懂什么？我现在可是大善人。大善人能当饭吃吗？我是大善人，你就是大善人夫人。大善夫人，我是大善夫人。对，大善夫人，从今往后，咱就跟着王走，去王修家看看。排队去，老东西。哟，你。你怎么说话啊你啊？什么怎么说话啊？对你这种不排队的，就这么说。娘娘腔！哎，你这位朋友，敢问募捐还要排队吗？排队吗？实不相瞒，昨天夜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排队拿号了。现在不仅是整个长安城，就连京城周边的富户都来这儿排队募捐。都排满了，明儿个请早。哎，别这样，怎么又没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位善人，跟大伙说说你什么时候排的？昨天下午。
听听，散了吧。散了，散了，明日赶早。哎呦，王修接旨，臣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修和陈四姑娘在此捐款捐粮赈灾活动中表现突出，为我大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为此昭告天下，通令嘉奖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王公公。王修，这次你家可为我大唐立下了大功了。皇上特令嘉奖你和陈四姑娘，你可要感恩戴德，报效皇恩啊！王修一定再接再厉。那我就走了啊，公公慢走。我可真走了啊，公公真慢走。爷放，爷放，别忘了给王公公带几瓶酒花玉露。哦，那我哪能忘得了呢？酒花玉露早就给王公公备好了。老四，快去吧。得嘞。啊，见笑了，见笑了啊！我就没有没有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咱家老四啊，真的是越来越能干了。这回连皇上都嘉奖他了，这下子啊，不愁找不到好人家了。哎，夫人，其实我觉得老四也不是那么着急嫁出去吧。怎么不急呀？眼看就二十了，再老没人要了。可是咱们家没有老四不行啊！你这些人，我就觉得老四最懂我。老四最懂你啊！就是有些事吧，一点就通；有些思想一说就透。是不是有些情不点也暗暗滋生啊？夫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思想，思想上最懂我。夫君。我是你的枕边人，要说最懂你，那应该是我才对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比如说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但是呢，咱们两家人的父母不同意咱们俩在一块儿，那怎么办？两家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着，何来喜欢？不就打比方说，原来在大街上见过，一看就看对眼了，就一见钟情了，怎么办？大街上随便看一眼就能看上了。矜持何在？就没矜持，脸都不要，要什么矜持啊？就喜欢，怎么办？无耻！不是没让你发表评论，就问你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呀？算了呗。俩人都干柴烈火，说算就算了，就算不了，谁也挡不住了。那要私奔，要不殉情？你看，这就叫思想观念上的差异。那你和老四怎么选？偷情。就比方说，什么？这几天募捐的账，你看看。啊好，哎，先搁这儿吧。咱们家药铺那边怎么样了？哎，对，我正想跟你说呢。那个药铺那边，我让那边先歇业三天，正打算跟你说呢。这好好的药铺为什么要歇业三天？夫人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咱们家现在正是搞募捐、造声势的时候，这就让药铺歇三天，这好像我们家把药全都捐给灾区了，对不对啊，老四？还是姐夫等我。哎，老四，姐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嗯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俊俏的郎君，偷情。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一上来就偷情啊？没准人家两家人同意你们在一起呢。哎呀，不可能，我喜欢的人，你们根本不可能同意，所以只能偷情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。哎，老四，你，夫人，你看，你这。气死我了！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。皇上这罪己诏，可谓是寓意深远呐。嗯，确实寓意深远。兄台也有这个看法。嗯，没错。谁是最可爱的人？谁是最可爱的人？乃我百姓也。说得真好啊。嗯，陛下心忧百姓，乃我大唐之福。何愁我大唐不能渡此难关？对，看兄台这惜字如金，想必是看懂了皇榜上的意思。在下浅薄，愿闻其详。看不懂，看不懂啊！是啊，
圣上深意，我等草民岂能参透？啊，阁下误会了，在下不识字。你不识字，你在这看什么黄毛啊？哎，不对，上回在这凑热闹的就是你吧？老四呀、啊，子豪兄呢？有日子不见了。姐夫最近忙，少过来。他不是躲着我们仨吧？哪儿能呀，真忙！你们上家瞧去吧。去过了，子豪兄最近闭门谢客，谁也不见呀。德昌兄，还是算了吧，等他什么时候忙完了，咱们再说这事儿。不行不行，再过几天就晚了，这事儿必须今天说。没错，没错呀。呀，世仁兄，德昌兄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哎，我说三位公子到底有什么事儿呀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们仨就想捐粮食。没戏，不是，你再想想呗。真没戏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这事儿啊，四姑娘也为难，算了吧。老四呀，这要子豪兄在，他肯定同意。我姐夫在也没用，这事儿都是我负责。现在只准百姓捐粮，你们几个，哎，捐不了，捐不了。那就不能再通融一下？想听实话？啊。真没戏。不过要是真想，姐夫都上钩了。哎，什么上钩了？听老四说，这百姓捐粮只是第一步，关键还得从那些王孙贵族里弄粮。姐夫用了一招叫什么来着？口碑效应。对，口碑效应。大唐以仁孝治国，百姓想获一个朝廷称号多难呀。现在只要捐粮，就送善人称号，没几天捐粮就火起来了吧。现在是空前绝后的口碑效应。然后姐夫什么来着？设置门槛，限量供应，利用人的这种从众心理，就是不收王孙贵族的粮，严查身份，严禁高富帅冒充矮穷矬。还是姐夫懂得多，每到这块儿我就记不住了。可是有人要捐粮，那是为灾区做事情，咱们为什么不收呢？让朝廷给个善人的封号，那也是徒有虚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才是姐夫的高明之处呀！物以稀为贵，咱们先吊足了他们的胃口，关键时刻再收网捞鱼。那些王孙贵族哪个不是良田千顷啊？真要是开了这个闸，那些善人的头号就不值钱了。所以，得先吊吊他们的胃口，然后突然开闸。哎，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所有人都是大善人了，而且咱们的粮还收够了。而且啊，我跟那个兰陵公主已经商量好了，如果这次收粮我们能超过50,000斤。那以后咱们特供内府的花露水，就全年按全价出售。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，老百姓的钱咱一分不挣，内府的钱不挣白不挣呀。对呀、啊。那咱们家现在捐赠的粮食有多少？不算那些王孙贵族的，80,000斤。什么？80,000斤？80,000斤？哎呀！我的好父亲啊，哎呦，我身边有你们两个大奸商啊，这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夫人，小侯爷，王文度王老将军和梁建方梁老将军前来拜访。哎，老四，你去办他们俩。放心吧。让他们捐吐血了！不行，不献，必须不献！我也是，一斤都不能少。哎呀，老将军，这真不行，实在是不行呀！怎么不行啊？你家的王兄还是我带出来的啊！现在说不行了，啊？您看，现在这个大善人称号本来名额就有限，您一下捐这么多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这个，要不3,000？哎，不行，5,000，一斤都不能少。想想我一介堂堂的左武卫将军，
想捐个5000斤都不行啊，岂不是让人家笑话？不不不，绝不会让人笑话。昨儿李济李老将军也只认捐了3000，这大善人名号吃紧，当不成大善人不丢人，不丢人。哎呀，他李济一个吃蛆的东西还想当大善人呢？啊，那不笑掉我们长安百姓的大牙了吗你？啊，我梁建房就不同了，我梁建房是堂堂的左武卫大将军，我想当这个大善人，你就必须给我当这个大善人。这真不行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哎，要不这样，王门渡3000，我5000。哎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问你凭什么呀？凭比你浑，就欺负你，怎么了？比范浑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比范浑？是又怎么样啊？你，不是又怎么样？哼，不比啊。咱们就好好说说话啊！哎，好啊！不行，这个老东西我忍了他很久了。哎，5000，谁5000？都5000。啊！哎呀，这你那个小老孙，你早说不是早没事了吗你？嗯，不过咱可说好了，这事儿不能外传啊。不传，不传。慢走，慢走啊。哎，梁老二，我那苦肉计用的还可以吗？哎呀，俺这小丫头子还上骗了。哎呀，今天咱俩可是占了便宜了。我一想起李老头知道这今天的情况的表情啊，哎呀，我甘心呐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梁将军，嗯，你刚才说李老将军吃蛆什么意思啊？李老将军吃蛆啊？啊，这知道的人很少，就是知道了。你爱的李将军那个职务啊，你都不敢渲染啊。哎，巧了，我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哎，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还得从李将军骑马摔伤就是说起。有一次啊，马跑得特别的快，他一下